这球再一个超截，是没有错，在嘉瑞的攻防两端，哇，再过一个吗？来自队友的助攻，哇，嘉瑞又再赚了一双鞋子啊，哇，真的相当不容易啊。季后赛有没有加码？嘉瑞现在目前应该是，哇，嘉瑞目前应该是两双了嘛。来看一下田浩一个精彩的背后传球，找到拖车的李嘉瑞。休息，休息，然后要借用大家的火龙了，双手把球给塞进篮筐。